尽愁，情意落山，你我若见乱了谁眉眼，兜兜转转无事出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，时间尽头与你相守无所求，蓦然回首，时光搁浅凝春短，风雨凄寒驻足石板，谁泪流满面，长夜漫漫深深轻叹，唱不尽现在你应该相信了，怪不得自从你回府之后行事尤为狠辣，原来你根本就不是林千思。在下巫族现任掌门三生花。你早就知道了吗？这比母妃早知道几个时辰。你为何冒充林妃来义旗？娘娘不必惊慌，我来只是为了捉捕巫族叛贼米七七。米七七就是现在的丑青林。怎么可能，她不是丑虎的女儿吗？其实我也不太相信，不过族长说了会在明日的盛宴上让丑妃现出本来的样貌。那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捉他？自然还有其他事。巫族隐于秘境百年，早就有与外界交流的需求，不过想要壮大必然需要外界的力量。比起粗俗残暴的北苍蛮人，我们更愿意与义旗结交。本王即位定不会忘了掌门的情谊。你们把本殿搞糊涂了。那个劫开口就要封地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母妃您猜不到吗？明日就是盛宴，故打算宣布立妃一事。王妃立谁？还能有谁？魏兄糊涂了。他还不知道，不要泄露出去。当然魏兄不会破坏君上的惊喜。调派人马，明天的盛宴绝不能出差错。君上放心。进前来。关于凌万山和北苍蛮人的事，姑要同你好好谋划。是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之后你就把我救走了。什么？林千思居然是假的？可我听黑云黑雨说，他现在和我哥走得很近，他一定有所企图。不行，我得赶快去告诉我哥。小心。原来你真的在这儿。哥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有件事我一定要和你说。抓起来。干什么？公主，乌吉是我男人，我看谁敢动手。我敢。哥，乌吉是我喜欢是我认定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？知道，巫族大祭司。知道你还不闪开？这个人很危险。危险？我看现在是你比较危险吧。无极脾气很好，对我也好。无极，这是我哥哥杰。我是无极。哥。哥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我都认定他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非他不嫁呗。灵，没事，他早晚得接受。嗯，看来千丝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被这个人用巫术给蛊惑了。蛊惑？林千丝说的？哥哥，我想和你说的就是林千丝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林千丝是巫族掌门假扮的，你被骗了。这也是他告诉你的？对啊。你胆敢污蔑千丝？他真的不是林千丝，他是巫族掌门三生。够了，抓起来。哥，你不信我，你去信那个女人，她真的不是好东西，她只是在利用。小心，他真的不是林千丝，他是三生花。左总督，来了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是，您瞧胖总了。哦，是太妃娘娘。太妃娘娘，她现在不应该在祠堂吗？太妃娘娘说要让您和她一起去赴宴。啊？可是，君上让我跟她一起去啊。那。要不您去和太妃娘娘说一下。嗯，元翘，你去一趟农闲殿，帮我跟君上说一声。嗯。不是说姑去接你吗？怎么自己过来了？
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觉得有点忐忑，所以就先来找君上了。娘娘，您的预感还真准呢，娘娘今天有大好事呢。哎，连翘，你带着什么东西啊？白粥。你怎么了？脸色好像不太好，你生病了？他嘛，没睡醒。今天宴会上酒水肯定免不了，所以我就做了点白粥来给君上垫一垫，免得伤胃。娘娘好体贴啊。这是您小厨房熬的呀？那按照规矩嘛，得先试一试。算了，顶多也就是难喝了一点，给姑吧。走个流程吗？对，走个流程。哎，君上，没事的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皇儿听闻今日王府设宴，主角未到，盛宴开不了。皇儿，嫁给本王，你高兴吗？殿下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能嫁给殿下，是皇儿的福气。说得好，你的福气还在后面呢。以后别叫我殿下了，得改改口了。怎么了，君上？你，君上，你是谁？隐血剑在哪儿？它的驱动方法是什么？你休想知道！说也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找到。你把琪琪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应该到宴厅了吧？我也该走了。别把我留下！好孩子，我送你回家。跟我来。君上，将士正在巡查，府内暂无异样。小英子呢？
孤仙让他去接丑妃了。那您现在还不去宴会吗？孤正要过去。那属下陪您一起。不了，你同兵马埋伏在西城墙，宴会就不必去了。是。今夜大人们都在，一定要加强守卫。是。太妃娘娘到，丑娘娘到。太妃娘娘不是请罪独守青灯古佛吗？莫不是君上改了主意？静默以待，静默以待。雨瑶怎么还不来？君上到。各位大人，久等了。君上。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过来，坐姑的旁边。啊？不好吧？心里，君上叫你过去，你就去吧。哦。开始吧，奏乐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把我丢给那个老妖婆。师妹，怀念你的屋里吗？三生花，你七七，你永远斗不过我的。来人，抓住妖女！是是是，杀了他！留不得！杀了这个妖女！杀了他！相信我，你们相信我，我不是妖女，是他，他是三生花，我不是妖女。放开他！他不是妖女！我是妖女！
是君上。怎么会是君上？君上，君上，真的是君上？君上，是不可能是君上。来人，将君上带回寝殿休息，他狼毒发作了。狼毒？狼毒什么？太妃如何知晓？最近一段时间，府里常有人莫名失踪，本殿命人去调查，才无意中发现了君上，他身中狼毒之事。太妃娘娘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一期的堂堂君上，居然是个中了狼毒的怪物，一期之祸呀！这不是你们正想看到的吗？狼毒发作，除人血无药可治，只要牺牲几条性命，君上他就能恢复人形。各位大人，你们谁愿意为义旗奉献生命呢？一个怪物，一个妖女，居然站在义旗权力的顶端。我说众同僚们，你们真心甘愿任由这个怪物操控吗？给我拿下！君上公然伤害百官，天老夫斗胆代表天子废除吕敖君上之位。来人，拿下这个妖怪和妖女，重重有赏。果然有人闯入。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凌家大人在此。他可是君上，怎么能对他兵戎相向呢？君上，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君上了。不好了，蛮人已经攻入大殿了。魏寻呢？魏大人带着将士抵抗蛮人，可蛮人还是突破了护城防线，他们朝这边过来了。哎呀，快跑啊！还愣在这儿做什么呀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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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不见，Yeah.
这次是危险，躲在我身后。 来，过来我身边。他已经死了。他还活着。本王即将继承爵位，能给你更加高贵的身份，只要你点头。 我要带他走，我带你走。君上轰逝，来人！
收敛失身。啊！那是我的。Thank you.